和腿。我想要世界和平吗？而且腿还是一样，世界现在挺和平的吧？因为腿我们穿的那个袜子，然后呢，袜子。不过世界和平真的很重要，身体健康也很重要。谢谢奶茶。我惊了，就是真的是两个颜色，就是把我。好骚呀你！你太骚了。完全就是不可思议，就我觉得很。学到了。就是。你们想要世界和平吗？晒一根腿。一度过的这几天。大乔又开始骚了，真的，大乔干嘛？我没有骚，真的。你说什么了？他们发弹幕，你想要世界和平吗？你在跟我说吗？啊，问你。当然。我想要世界和你。啊！什么？什么都不。我很正经的语气说出这句话，我只是给你描述一下他们是怎么骚的。好无语。有病吧？有病。没有啊，我的语气很正常的。对。